嘅嘢咧？各位游客，我们现在正进行六四报哀音。若你对六四存有一点好奇，邀请你停下来，尝试在香港了解六四。近百名参与了六四报哀音的大专生，从五月开始分成七小队，自发走遍全港，以街头歌唱表演形式传播六四事件真相，希望提醒香港市民不要忘记平反六四。报哀音召集人声称，他们用了四个月来组织整个活动。他认为香港人已经用了烛光晚会等不同的方式来悼念六四遇难者，而很少人会用歌声来吸引关注，因此选用了这种比较软性的方法。虽然我没出世啦，但系我都自己都系。虽然我还没有出生，但你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他用不同的手法去掩盖事实。在香港这个言论自由比较大的城市里，我觉得我可以利用香港人的身份去把这个历史告诉别人。我害怕假若有一点就连我们想讲也不让讲的时候，我会很后悔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宣扬出去。我就讲了去大部分参与的大专生都是八九民运发生后出生的，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八九民运，但去年雨伞运动的体验深深影响了他们对六四事件的看法。虽然六四的时候我们还没出世啦，但是虽然六四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，但小学和中学的课堂和教科书里都会看到六四的片段，觉得有一点认识。但其实经过雨伞运动后，其实都会让我们想，香港学生所遭遇到的情况是跟六四非常的相似。他们遭遇到那个情况是跟六四非常之相似。即系雨伞运动，班学生企出嚟啦。在雨伞运动之中，学生走在前线，就好像六四事件时的学生那样，为了国家，而我们就是为了香港。一些政治发展和民主发展走在前线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六四报哀音的歌曲大多描述现在年轻一代对六四的看法。美国之音香港报道。